9月12日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女单结束了第一轮的比赛。16场比赛中就出现了6场4比3的比分，可见激烈程度。而在女团比赛中，发挥亮眼的黑马王艺迪曾3比0战胜陈梦。在首轮比赛中 ,11-1,11-1,12-10, 在3比0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上演了4局大逆转，惨遭一轮游。王艺迪局分3-0，遭遇4局大逆转女单正赛首轮。作为种子选手的王艺迪迎战北京队的张昭，王艺迪强势开场，连送两局 11-1,11-1。到了第三局，王艺迪则是12-10艰难拿下。不过此后的比赛，张昭以11-3,11-8,11-9,11-9直落4局上演了大逆转。另外一场逆转在刘希与李佳毅之间上演。刘希在1-3落后的情况下连赢3局上演了逆转，以4-3晋级下一轮。首轮7局大战激烈，刘伟山4-3刘明，比分分别是11-4、11-13、11-3、11-7、4-11、6-11、11-3、杨慧晶4-3陈可，比分分别是11-4、7-11、8-11、11-9、4-11、11-8、11-9。孙明阳4-3黄景琦，比分分别是11-5、8-11、11-8、7-11、9-11、11-5、13-11。蒋慧4-3车小西，比分分别是11-8、11-8、9-11、6-11、11-4、9-11、11-9。第一轮其他赛果，木子4-1郭雨涵，比分分别是11-7。11-4、11-5、8-11、13-11。顾若晨4-0田天一，比分分别是11-9、11-9、11-6、11-9。张瑞斯1-1穆静玉，比分分别是11-4、8-11、12-10、11-4、11-7。施寻瑶4-2胡丽梅，比分分别是11-8、11-7、13-15。10-12 11-8 11-4 刘伟4-0黄凡珍，比分分别是11-8 11-3 11-7 11-9 陈醒通4-0孙玉珍，比分分别是11-5 11-4 11-5 11-2 贺卓佳4-2张冰月，比分分别是7-11 11-9 12-10 9-11 11-6 11-7范家4-0刘高阳，比分分别是11-7、11-6、11-7、11-8。李佳媛4-2范思琪，比分分别是7-11、11-7、11-9、11-9、9-11、11-9。张强4-2郭燕，比分分别是11-7、8-11、9-11、11-7、11-5、11-4。